这个系列里面最后一篇，啊，也是最高的一篇，是也是最难的一篇，啊，那也是最荣耀的一篇。哦，我们真是求主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见，看见这个荣耀，并且啊，就是科目来享受这个荣耀。那我就试着看看能不能讲一两点我约略的有一点点顾虑和弟兄姊妹共享啊。第一啊，他就给我们看见这个荣耀跟神的彰显有绝对的关系，因为有这个彰显，所以呢就有带领荣耀，如果没有彰显就没有办法有这个荣耀。那这个彰显里面呢，它一面是说到彰显，说荣耀就是神的彰显，那神的彰显是荣耀，同时呢这个彰显就是神的荣耀。这个这个说法里面，这个说法里面带着一个意思，就是什么是神的，什么是荣耀的，他说神的彰显就是这个荣耀。然后再倒过来讲，这个荣耀就是在那个辉煌的彰显出来的事。这两个地位啊，有一点不一样。一个是说什么，什么是那个荣耀？荣耀就是神的彰显。还有一个说，就是神的彰显是荣耀，这个我们大家，我们能够领会啊。神的彰显就是荣耀，什么时候神彰显出来，就有一个基因，你说这是荣耀。那倒过来讲呢，荣耀就是彰显出来的神。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别的东西彰显不。别的东西啊，那个彰显不是荣耀，只有神彰显出来，那才是荣耀。所以什么时候提到有这个彰显，这就证明这里是有神。这里面第一啊，有一点不一样。那么就说到这个彰显，什么是彰显？我们有。以下呢有各种不同的这个比方和说明，比较最好的一个说明说，这个灯里面有电进去了，所以有彰显和灯光，所以灯光就是电的彰显，我们经常就这样讲啊。但是这一个彰显用电来说明啊，还不是太够，还不是太恰当。这个比较更好的一个恰当的，就是说，比方说我们这个人，我们人是什么彰显呢？我们这个人呢、啊，是我们人生命的彰显，是不是？我们的肉、这个骨头、血各种的这种肌肉。这个跟这个跟猪肉跟牛肉，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并不太多了，很多都是构造都差不多，但是我们这个人这个身体里头却有一个东西叫做人的生命，这个人的生命就是很特别，这个生命是很抽象看不见的。你也不知道它有没有重量，也更能够不能够量出它的长宽高深，那这些
出来，但是这么一个东西啊，在我们的这个身体里面，它达到某一种的情形，就借着我这个身体把它活出来。当它活出来的时候，人就借着我这个活动，我这个生活，就看到我这个人的生命里头的特点。我因为这样活出来，你看我不讲话，那狗有生命，狗借着狗的身体活出来，它不会讲话，因为它所活出来身体是狗的生命。宇宙里面的人的生命，只有借着人的身体把它活出来，人会讲话，人会发明飞机，人会画出很美丽的图画，人能够在钢琴上这么一弹呢，哇，这个非常好的音乐就出来。你叫一只猪来弹那个琴，它弹不出来吗？弹不出来，并不仅仅是因为猪没有那个五个手指，更因为猪里面没有人的生命。这个人的生命就借着人的身体，让它活出来，就得到什么？就得到彰显。所以彰显呢，就是一个看不见的一个东西。宇宙里特别这个生命这个东西啊，借着看得见物质的身体，活的这个身体，把它活出来了，那个东西叫彰显。那么请问这个荣耀是什么？荣耀就是神的生命得着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就把它活出来了，这个人就借着这个活出来的这个活啊，就看到神了。神那个特点呢，都借着这一个把它活出来，把它彰显出来，人就说神在这里，神在这里。那这个神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就是住在那里啊，把它活出来。因为神造的时候，住的身体是没有这个可能来承担那个神的这个神的生命，并且呢能够把那个神的生命彰显出来。宇宙里只有人的身体，它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它各方面它不光是由这个两个手臂，两条腿，还有各种的器官，更是因为人里头有灵，所以呀，神就能够借着人就，这个人成为器皿，把神的生命盛装在里面。不只是这样，并且还能把它活出来。结果活出来的人就说：“哇，这是神，这是神。”所以那个时候，这是神的时候，人的感受是啊，那这是荣耀，这是荣耀。所以，当主耶稣那是第一个神的人的这一个神人，他在地上明明是一个人，但是他活了一个基督徒，他就是神。这一位子啊，就把父啊完全的得到彰显出来，所以在他身上，他得到了这个荣耀，他也在这个荣耀的里面，他就借着他的传真，他就能借着他的复制，他就那个一般的人，在他里面建造起来了，让他里头所活的神也活在这一般的人里面，让他所彰显的这一位神也借助这一般人把他彰显出来。这个东西是荣耀。荣耀的起点就是新耶路撒冷。荣耀的起点就是神跟人就连在一起，这帮人就是神，神就是这帮人。这是太高了。你我这一帮人原来是人，能够跟神完全一致，成了他的身体，成了他的团体的彰显，成了他自己的扩大，成了他的复制品。这一个是神的经文，神的经文是最高的境界，而这个境界里，就是说就是神的境界。在宇宙里除了
在这个今天的阿门，因为我们做梦都没有做过这个梦，是不是啊？所以我们无论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的观念的守则，我们再大的会说，再多的人如果关心这一个，也没有什么太特别，因为世界上宗教也都有。但是在这里，如果到一个境界，神就在这里，我们很专注在这个神，这个神在我们中间都是彰显的。这一个东西就是新耶路撒冷在这里的小影，这里它的那个定旨的那个一部分是达到的。弟兄姊妹，这是神的天天，我想他是不会睡觉，但是他天天做这个梦。这个梦里不能缺少我们任何一个弟兄，任何一个神的儿女，他要做这样的事。所以这一个就是那个彰显，那个彰显太宝贵了。阿门。别的彰显这件事情，很多东西都有彰显，但这个彰显，它跟这个倒过来应该讲话，彰显就是让这个荣耀它就是神的这个显出了。阿门。所以这个新耶路撒冷有神的荣耀，这个实在是太宝贵了。阿门。而今天这一篇里面就给我们看见这一个神的荣耀跟神的国，这个永远的国度是连在一起的。阿门。因为这个彰显荣耀这一个范围啊，就是叫做国度。阿门。有一天神在这个范围里面彰显出来，那就是这一个国度，也就是在这里他才能够这个彰显。所以国度跟荣耀是同列，是不同的方面，但是你分不开分不开。国度在这里，彰显就在这里，权柄在这里，荣耀就在这里。阿门。而这个东西都是在新耶路撒冷的时候达到了极致的，可是那个小影就应该在今天的教会，那个预传就应该在我们的身上。阿门。既然你有什么，我们该如何求主啊吸引我们，叫我们在这里有份于这个神定旨的成就。阿门。我实在是感谢主。所以在这里还有，这里就给我们看见神的荣耀跟神的经纶有内在的关系。一共有十六点，刚刚对的啊，国际同步给我们看到，这十六点值得我们一个一个来看。是，还真是宝贝，真是好啊，真是好。你看看，我们来念一下，第一，说了。这个神是怎样的神呢？荣耀的神。所以神跟荣耀是等号的。神是荣耀，没有神就没有荣耀。那什么时候有荣耀，什么时候就有神。但是这个是宇宙里一个独一的绝对的一个存在的事实。然后第二，很奇妙，这个荣耀的神竟然里头搞一个故事出来了，这个故事就叫做神的经纶的，还有一个计划，计划了以后他就定旨了，我要做一件事，这一件事什么呢？我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这个荣耀里去，而这个荣耀就是他这个荣耀，神是荣耀的那个荣耀。他带许多的儿子，那个许多的有我们每一个人在那里说话，没有你啊，谢谢你有孙子们，啊，有姊妹，哇！他说：“这是我的定旨。”啊，对，这个定旨就成了你的定命了。啊，你的命好好啊，因为神定了叫你要到。
构一个人事造，创造，这个创造，他就造了我们这一帮人来做一个器皿，器皿就是把它装到我们里面你装的东西，它就才是一个器皿。而这个器皿是预定的，叫它得有荣耀。这几天呢，这个报纸说，这个台湾第一次这个化学法的那个什么石头那个城市赛，对，运到日本去展览，哇，这个他的阵仗的，也不晓得保险保了多少，这个能送到日本去展览去了。我们这早就要跟预备的起来有妙的气，我每一个都在念神的预备，叫我预备的就到的时候来得这个妙。每次上面去，但是很可惜啊，那个宇宙的那个导弹鬼，这个导弹鬼就是撒旦，罪就是撒旦，撒旦就是这个罪就来了，让我们啊被这个罪污染，被这个罪啊就破坏了，所以就叫我们这个器皿就亏缺了神的荣耀。就在这个荣耀的这一件事上，叫我们一个堕落的人就没办法再有份这个荣耀。你看这个破坏是多大的破坏！今天所有的这个在地上没有得救的人，都是被破坏。破坏什么点呢？就是破坏了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神的荣耀是嘛？它这个好像电视机啊，还有里面那个装置里头，给它搞断掉了。结果就，他就在这个得荣耀叫神得荣耀，也叫他自己得荣耀的这件事上，不行了，对不对？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是很可怕的事。很感谢主，撒旦虽然是可恶，但是基督来成功的救赎。他就满足了神的公义、圣洁、荣耀的要求，在这里就包括那个荣耀，他就满足了这个荣耀的要求，所以就再把我们带回到翻出的那个点，我们能够有份于做荣耀的器皿，在荣耀的器皿，然后神就做好了这个福音。就来不找我们。第一个是创造，第二失败，第三个基督救赎完成，第四个是神的呼召，来吧，接受这个福音。所以就呼召我们来进入他永远的荣耀。所以福音它有一个最高的目的，要召我们进入他。那么所以借助这一个，我们就已经被预定，这个已经就告诉我们这个是已经完成的事实了，绝对已经做成功了，他预定了我们要得到什么荣耀，我们蒙召要进入这个荣耀，并且被预定进这个荣耀。所以到了今天呢，他跟我们有神的这一个工作就是在这里，另一面神就要让基督在我们里面就做我们这个荣耀的大王。所以我们这些好像一个鸡蛋里面有一个胚胎一样，那个胚胎就是这个鸡蛋成为小鸡的那个盼望，我们里面有这个荣耀的大王。于是第九点，那就是今天我们渐渐变化成为主的实相，从荣耀到荣耀。
这个渐渐，渐渐，有的人渐渐的快一点，有的人渐渐慢一点。我看我这个是最慢的，我说现在90岁了，还没有变化多少。走啊，别说我，我们大概都需要走的快一点啊。变化成为九十岁一下啊，一下我就一下，不然奇迹又讲了。